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庐山到处是浮屠，若问凡家半个无。这两句诗描绘的是庐山之上，寺庙林立，香火鼎盛的景象。历史记载，佛教传入庐山地区，起始于三国时期。此后，从东晋到元明清的千余年间，庐山一直是中国南方的佛教名山。山上兴建过数百座寺院，甚至曾经一度出现过峰峰有寺，一峰数寺的盛景。虽然历史上庐山的知名寺院俯拾皆是，数不胜数，不过在如此众多的名寺宝刹当中，有一座寺庙却因其在文化宗教领域的影响力，始终占据着无可匹敌的至高地位，它就是庐山东林寺。庐山东林寺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北路，始建于东晋大元九年，即公元384年，是佛教流派净土宗的发源地，汉唐时成为中国佛教八大道场之一。以奇秀甲天下著称的庐山上，遍布了大小900多处的摩崖石刻，记录着生命与大山一次次伟大的相遇。但是在庐山剪刀峡里，已经眼花缭乱的游人们往往不会留意到，在一块斑驳的岩壁上竟然浮现着一幅画像，纵使年代久远，风雨波蚀，仍然可以看出画中是一位端坐的僧人。为什么有人会把他的画像雕刻于岩壁之上？这位僧人与庐山又有着怎样的渊源？时间回转到公元381年的暮春时节，庐山的小路上迎来了一位僧人，他的法号慧远，此行专程来到庐山看望西林寺的住持，他的同门师兄慧勇。仿佛真的是机缘和因果，奇山与有缘人相遇了。初到庐山的慧远几乎游遍了山间的景致，史料记载，他经常来到庐山的幽谷中，供清泉流瀑之声，凝神于巨石之上，明游于物我两忘的境界。就这样，慧远决定留在庐山。庐山闲旷足以吸心，庐山用他的神韵留住了慧远，于是慧远在西林寺旁的一座宅院里住了下来，并将这个居住地命名为龙泉精舍。每天慧远都在这里研究佛经，弘扬佛法，久而久之名声远播。随着文官武将、文人学者、平民百姓的纷纷来访，龙泉精舍香火鼎盛，每日来到这里的僧众和俗家弟子多达上千人。小小的龙泉精舍已经无法容纳这样庞大的人群。于是在公元384年，久慕慧远大名的江州刺史恒一在西林寺的东边为慧远建造了一座新的寺院，这就是东林寺。东林寺扼守在进入庐山的要道入口处，对面是云蒸霞蔚的罗汉渡，银泉飞瀑的香炉峰，虎溪与寺前潺潺流过。远远望去，寺院房舍红墙碧瓦，梵语巍峨，可谓占尽了庐山风光。史料记载，慧远布居东林寺36年，直到往生。在此期间，他始终致力于外来佛教的本土化，推动了佛教的广泛传播。公元391年，东林寺迎来了一位外国人，这位名叫僧伽提婆的高僧，受慧远法师的邀请，在东林寺里工作了6年，翻译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实在魏晋200年间译出的佛教典籍有700多部，在东林寺翻译的几近1/3。在此期间，来自印度的佛教在慧远的改造下，也开始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将当时本土最为流行的儒学、道学、玄学三门学问同外来佛家思想糅合在一起，自然渗透，悄然融合。
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佛教中国化与佛教社会化。而东林寺也很快成为闻名全国的易经研佛的中心和基地。北宋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大画家李公麟来到东林寺精心磨画，花费了38天的时间绘制了一幅18高贤图。这是一幅绝妙传神的众生像，画中的人物有得道高僧，有社会名士，他们之所以被后世称为是18高贤，还要追溯到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那就是净土宗的诞生。布居东林寺期间，慧远将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结合中国本土文化重新做出诠释。他告诉人们，因为精神不灭，所以有因果报应，诚心向佛的人死后可以转生西方净土，进入极乐世界，这就是佛教净土宗的缘起。庐山东林寺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净土宗的道场，被尊为净宗祖庭，慧远则被封为净土宗的初祖。为表达传播佛学的决心，慧远还亲领18位潜心向佛的高僧居士、达官名流，在东林寺内创立了中国佛教第一个社团白莲社。因此净土宗后来又被称为莲宗。公元416年，慧远法师圆寂于东林寺，他的灵骨塔被安放在东林寺旁。此后的岁月里，东林寺也如众多的古寺名刹一般，历经多次毁建。寺中现在屹立的建筑多是近年来的重建，只有天王殿前的这一方莲池，据史料记载古已有之。池中所种东林白莲，最初是由慧远法师亲手栽植的。这种莲花花色清白，丰满清香，每朵有130余枚花瓣，品种极为罕见。每逢夏日，一池莲花随风摇曳，仿佛轻声低语，诉说着东林古刹的千年往昔。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他的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然而他的作品却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令世人惊叹。这个撑起了半部清宫建筑史的家族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样式雷。